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那么大家在平时射箭当中呢，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竹木箭永远都没有碳素箭打得准。那这到底是一个实际情况呢，还是一个大家的错觉呢？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那如果想测试箭的一致性，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射箭足够精准的神箭手，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个，做了一个射箭机来确保每次射箭的一致性。我们这个射箭机呢，它每次射箭用同一把弓、同样的磅数、同样的拉距，然后同样的撒放，然后还有同样的一个站位。理论上来说，它应该能射得非常精准。那我们通过实际试验来测试一下它的精准度。我们首先来用这个一致性特别好的3K 碳素箭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射箭机的精准度。这个主羽朝外。第一箭，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不切镜头的，也不剪辑。跟我现在去看一下上靶的情况。我们这条靶道大概有20米远，然后是在室内，是绝对没有风的情况下。在20米的情况，射箭机能打到这个精度，基本在一个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情况，可见我们射箭机的精度是可以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其他的箭。这个靶子是80的，然后上面有编号，上面是 ABCDEF， 然后旁边是12345678，所以说我们最终选箭的话会在每一个格选好的箭在每一个格的位置。比如说在这个位置，这支箭是 C1 组的，所有的箭都是 C1 组。经过我们刚才简短的演示，还有我们之前反复的不断测试呢，我们现在可以证明我们的射箭机它足够的精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拿其他的箭支来测试一下。首先我们用一组铝箭，看一下铝箭的这个精确度。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铝箭，大部分的箭都在第3的这个位置，在第3的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左右是它的挠度导致的，比如说我们打在第3，打在第3是因为它的挠度相对来说软一点，这可能是这个每一批铝杆它这个臂厚有微小的差别，但是我估计它的挠度应该是差不了10个挠度，它会有这个情况。那么上下呢，就是因为它重量的原因，那轻一点它就会打到上面。重一点会打到下边，总体来说打到第3，但是铝箭的精度，相对来说可以，选一下会更好。好，我们接着测试别的箭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组木箭，打这一组木箭。
那这种弧箭呢，总体来说它偏右，所以说它是相对来说硬度大一点。然后还有两只，因为太偏右，所以说拖把落在地上。大家看我面前这些套装箭，都是我们刚才用射箭机筛选出来的。那么一共六组，每一组箭都是能打到一个方格里边，可以说它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，甚至可以媲美这个碳素箭，适合赛场使用。那么在未来我们的销售当中，会把每一支箭的这个编号，每一格的编号写在这个位置，以供大家选择。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箭，首先箭头铜制，而且能更换箭头，可以换不同重量箭头。然后箭身是大漆的画杆，非常漂亮。然后羽毛四寸的盾羽啊，带花色的，挺漂亮的。那么阿飞选箭法是我们阿飞弓箭首创的，它彻底解决了这个竹木箭一致性不高的问题。那么今天给大伙完全公开，如果有条件的弓友的话，可以自行去制作啊，自己去选箭。如果我们这个办法能给大家，能给这个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工艺带来一些提高或者启发的话，那我们深感荣幸。